这种就是我闭上眼睛都赢你们。这又怎么样呢？我手气好。新的一年我最强了，无论怎么走我都是你们两个的神话。这两个鸡腿此地无银三百两，我读小学的时候学过了，不要。这个乔丹的梦，我就想做条咸鱼，不要。紫英美丽，这个名字嘛挺浪漫的，我喜欢。先说好不准跑，必须吃完。我对自己的信心超乎你的想象，走开。你的信心超乎你的智商，走开。我就是个死大人，我就写这两句可以。做人别想太多，姐那你好。哎，没得选了。我压根做的菜就没有不好吃的，那是个规矩，还是个家常。小宝，你们试试试，我来摸一下。哎，你摸了我不要。幸好不是你摸过的。我跟你拼了！老逼的，哎呦，吃就吃嘛！呕了！鹅，曲靖硬刀锅。拔毛削光水，点火盖上锅，好文采。一直都赢，也挺无聊。你也是啊，客人你。来看看我们这个雷辣椒，这我知道，这都是用炭火烤制的，味道带一点苦，拌饭拌面夹馒头非常好吃，而且雷辣椒的回头客呢也是特别多，喜欢吃的朋友呢非常喜欢，不喜欢的朋友呢我也特别害怕你差评，所以我们卖这个东西啊是需要一点勇气的，但是喜欢吃的朋友还是占多数，如果你买了后不如你意，麻烦你千万要手下留情，地狱美食有点极端，如果你尝过我们的雷辣椒，也希望把你吃过的真实感受发在评论区，也能让没吃过的朋友更了解。感谢这位靓仔。哎呦我的妈！这是什么玩意？下次不说了。今天我做主，学长怎么吃完？别吃完！我先选，你们意见。我。没事。没见过世面，好像你见过世面一样。趁你不注意，我这边任何东西在速度面前，一切都是徒劳。闭嘴！我都是个礼物嘛。
你是说今天全吃了你们飞行员都吃了无所谓了我先都吃了你得瑟啥没猜错的话，这个应该是鸡皮燕子吧？哈哈哈，还是我聪明吧？来来吧，给你吃一个。等一下，我说句话。有位粉丝朋友说，他妈妈花了1天时间在家里面做了一份辣椒酱，后来在我们家买了10瓶，他说自己做的确实没有买到好吃，这一点我很赞同。因为我们家的彩椒酱都是选用了本地新鲜辣椒，手工剁碎制作而成的，皮薄肉厚的辣椒，吃起来的口感也是鲜香脆爽，关键还没有添加任何乱七八糟的东西。大家可以近距离看看这个清爽程度，没有黏黏糊糊的。平时买回家配个饭，配个粉，配个面条，做个蘸料，吃上一口，辣椒一个香啊！如果你也喜欢吃辣，左下角来一单试试吧。又有朋友投诉我们，投诉什么了吗？说买了我们的梅干菜，吃了一次，想带出去出差吃，结果忘记带了，回来的时候就发现长毛了。说为什么我们这个保质期时间这么短，找我们麻烦，我真的是冤枉的。我们的梅干菜是经过真空杀菌，在不开盖不见到空气的情况下可以保存很久，但是一旦打开，在遇到水的情况下就会很容易滋生细菌，从而导致变质。再一个，我们没有添加防腐剂，确实会有这些问题。如果您没吃完，我还是建议你放在冰箱里，如果没冰箱也尽量放在阴凉的地方，要用干净的筷子去夹。朋友们，买了我们香缇饼来的产品尽量要这样做，因为所有香缇饼的产品都不添加。那你告诉我